他是这个奖励用这个我们内内部设计奖励还是会会比较，这属于技术报告奖励，不要以后做 PPT 用这种 PPT， 以后去演讲讲的不能用这种 PPT， 这是我们内部技术报告 PPT 以后的，以后那个去演讲用这种 PPT 好不好 ？PPT 不应该，因为正常演讲 PPT 那是图比较多，然后条列式啊等等的。那回到这里面，往大一点。So this one is a low resolution. In that case, it's 16:40. 这低解析度下面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进入 resolution 是啥？1600 the original revolution. Okay, so each grid, I tell you to this.